奥雪，你干嘛？什么奥雪？我乃是辽国公主耶利奥雪，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？难道他恢复记忆了？对，奥雪恢复记忆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恢复记忆的。闭嘴！奥雪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为什么要杀我？我管你是谁，我想杀就杀。别装了，把剑收起来。我没有装，我就是恢复记忆了。哎，嗯，那你怎么不认得我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在你失去记忆之前，在八贤王府见过我一次。 真的，你怎么没有告诉过我呢？哎呀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都失败了，有什么好玩的呀！真是的，没意思，都被你识破了。以后不许你再开这种玩笑，万一伤着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自从五贺家的那个案子破了以后呢，我实在是无聊。你看，没有一个答案可以让我们动脑筋的，没意思。傲雪，幸好你没恢复记忆，我害怕你把我给忘了呢。 幸好我没有恢复记忆，要不然我还怕你缠着我呢。哎呀，大小姐，拜托，你以后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就是你闲得烦，我们还忙着呢。傲雪，只要你能恢复记忆，辽史案肯定能破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使劲想想，想想，好好想想，想想，还是想不起来。哎，不过我倒想到了一个问题。 说，如果我在失忆之前是别人派来杀你的，那我恢复记忆之后，你不就死定了吗？只要能破辽史案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不过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说不定我恢复记忆之后也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呢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哎呀，都杵在那儿干嘛？来喝水。 包大娘，我们在想如何让傲雪早点恢复记忆，您精通医术，不如您帮她治治吧。哎呀，我学医的时候，我师傅可没教我这个，不过我可以翻一翻从百草山庄带回来的书籍，也许啊有办法治，会疼吗？哎呀，这书上怎么都没有啊？哎，这儿倒有个治失心疯的法子。 可惜傲雪得的是这种病，哎，来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好像还对得上号啊！啊，都是脑瓜子出了问题。嗯，我看没错，就用治失心疯的办法治傲雪的病。啊，师傅，这样不好吧？万一把傲雪治坏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这丫头本来就不讨人喜欢，再坏坏不到哪儿。哎，包大娘。 我找到了治疗傲雪的方法了，大娘您看，这上面写着有一个叫张生的人，有一天外出就没有回来，后来有人在百里以外的县城发现了他，结果呢，他连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妻儿都不认识，这不和傲雪一样吗？是一样，哎，看看怎么治好的？上面写的是，哦，用的是错位法。错位法？对。哎，不行，我看。 还是用书上这个治疗失心疯的方法治他的病比较好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 想起什么没有？他好像说没有啊。哎，不对啊，包大娘，他好像说是有哎。哎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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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他，吓他，神经就错乱。快帮我下来！就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下来！是，而且那书上也是这么写的，这个张生就是扔到蛇窝里才被治好的。啊！哎，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，拉拉拉拉。包大娘，这是太真有意了，这个病以后就有法子治了。哎呀，这办法不错不错，好，把他带回去，让包拯去问案。包拯，救救我！包拯，救救我！我在这儿。包拯，救救我！他们都不管我了，他们都是神经病，他们都是神经病，把我绑起来了，他们都是坏蛋。儿子，快审啊！娘，审什么审？傲雪还是原来的傲雪，她根本没有恢复记忆，你们难道都没看出来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没把我忘了，傲雪。你走开，包拯！我告诉你，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你一个是正常人，其他的都是狗屁虫、庸医、帮凶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你，书呆子！哼！傲雪，傲雪。